耶稣的门徒是加利利人，听说犹太像话，耶路撒冷各国犹太人每个都听见了，每个都听见了，耶稣的门徒是灌满新酒，他们都喝醉了，他们都喝醉了。耶稣的门徒是加利利人，听说犹太像话，耶路撒冷各国犹太人每个都听见了，每个都听见了，耶稣的门徒是加利利人，怎会犹太像话，